百分之九九的你属于我。现代这种，然后也是有带兼职模特这一块。Ismi Nimer Dehram Salem Yahya Alhuidi。我是小勺，然后我现在是德文系四年级。我会调酒，在渔人码头。这个品牌叫 Fish Shop， 那我们是做臀模的。打工那么辛苦，我包养你这样。我有两万，也有十万，他一个月二十万，很多哎。一起上选宝的观众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拉拉，我是艾妮塔。我们在 YT 有一档新的节目《元宇宙少女成功记》上映哦。我们将在元宇宙里开启偶像培训课程，我们要证明自己，最后能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出道，请大家敬请期待。在 YouTube 上搜寻《元宇宙少女成功记》就可以找到我们喽。每周五晚上8:30更新，请大家多多支持哟。上学吧！今天要干嘛？今天我们来到淡江大学，今天是我们的下课十分钟，来找校花校草。好期待淡江大学下课十分钟，听说有很多网友推荐的正妹还有帅哥，超级。我个人是蛮期待帅哥的部分。我觉得我们今天绝对访不完。我们废话不多说，接下来淡江大学下课十分钟 ，Go Go！新北市私立淡江大学前身为1950年创办的淡江英语专科学校，1980年正名为淡江大学，为台湾第一所私立高等学校。淡江以追求卓越、不断创新为永续经营的目标，缔造许多优异的绩效，备受社会的肯定与推崇。淡江大学创立至今逾70年，也诞生出许许多多的知名校友，像是演员桂纶镁、温真菱，主持人谢坤达、林思雨、五月天的石头，歌手卢广仲等。今天的下课十分钟，就让我们找出淡江大学的校花、校草以及风云人物吧。Go！ 太扯了，真的太扯了。我们刚刚呢在路上抓到我们之前有没有看那个打工校花那一集？真仙那一集。鲑鱼的那个正妹，没错，我们刚刚抓到她，你再帮我们自我介绍一次。OK， 大家好，我是在上上集然后真仙出现过的陈奕璇，我是就读淡江国际企业学系。自从那一集播出之后，就是你在路上会有遇到你问说你是真仙那个吗？就是有点困扰，对不对？就是他会说，你是真仙妹吗？但是你是不是现在已经就是辞职？我辞职，我已经辞了很久。其实，播出那时候我就已经辞职了。那集播出之后，你有没有多了很多，就是追踪啊，或是追求者之类的？哦，就会有人说什么打工那么辛苦，我包养你这样。真的、哇靠！很多，有20000，也有10000。他一个月20000，很多哎。这个想去打工没有？那你觉得淡江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吗？我还刚开学三个礼拜，其实好玩吗？你觉得？没有，专心努力上课。刚刚是我说他是什么科系的？国际企业学系。啊，你以后就想要走？你未来有对那个方面有什么规划？就是外商公司吧，最多就是去外商公司的。感谢你让我们巧遇加访问，謝謝。然后你今天有化妆，不要再追我了，我真的不想再听到。接下来这一位不得了，网友推荐，各位网友推荐的淡江美女，没错，先自我介绍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龙，然后是淡江大传系的。我主要是专题的部分，专题就是新闻相关的。对哦，那你以后你这样的话，你以后是想要做什么类型的工作？我是想做企划相关的，所以就是跟电视台啊，或是幕后的。对对，幕后，然后也是有带兼职模特这一块，所以也会有想要往目前走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对对对对，也想要走一下这样子。对，目前幕后都可以。那你平常有什么兴趣专长或是爱好吗？兴趣的话就是平常会跳舞。对、跳舞。你跳什么？跳就是之前是学传统舞蹈，就是芭蕾、民族、现代这种，然后现在是有学街舞，就是 hip hop 跟 jazz 这种。那我想问一下，你现在有另外一半吗？没有，理想型的，理想型。他很喜欢那个防弹的 Sugar。就有才华类型之类的。
对，好像有才华的比较有才华，这样会比较吸引我。对对对，练出来胸吧。哦，那我想问一下，就是你的朋友，他在学校有什么特别的事迹吗？我有一次，我好像刚刚去上羽球课吧，然后就是突然那个有个同学这样走过来说。那个可以认识你一下吗？然后我就是在旁边这样目睹这全程一切，想说什么意思？那你没有习以为常的感觉吗？就好像对，没错，我们现在抓到的也是网友推荐的帅哥。那我们请他自我介绍一下。我是淡江二年级的全球政治经济前语组。哦，那时候选这个系是因为我想考外交特考。所以才选这个系，要毕业的时候回去我家乡一年吧，然后再回来考试。家乡是约旦，你是就是约旦人还是？都是混血。所以你有在约旦生活？有。所以你会约旦是讲什么？你会讲阿拉伯？阿拉伯文？那你可以阿拉伯文自我介绍一下吗 ？Ismi Nimr Dehram Salem Yahya Al Huidi。好你是因为从小你跟你爸爸对话就是用阿拉伯文讲吗？没有没有，我用中文。阿拉伯文是他慢慢教的。你当初学我觉得超难吗？哦，我跟你讲，你学了之后你觉得英文根本没什么。真的、哦？所以你以后还是想在台湾继续？对对对，还是会回来。台湾方便太多了。台湾比较方便这样。跟约旦没有火车，没有捷运。真的？你没有车，你哪都不能去。那你小时候，比如说你是混血嘛，就是长得就是跟大家比较不一样，有什么特别的经历嘛？比如说同学之间觉得啊、哦，你跟我们长得不一样啊，我想要排挤你，或者是那种你跟我们长得不一样，觉得哇你好帅、啊。好，就难免啦、啊，会有一些种族歧视的正常。真的、哦，因为毕竟我是阿拉伯人嘛。那你都怎么？你有什么特别克服，或是你觉得还好我没差的？没有，他讲我抢他，我跟你讲。你都抢他，有人比如说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吗？像之前高中的时候是。同学吧，在上课的时候这样讲，然后我就直接呛他，觉得老师他讲说什么什么阿拉伯都是恐怖分子，听这句我就不爽，什么我就不爽，然后我不管老师在前面，我就骂完他，我就直接走回教室。你骂他什么？对，我就直接骂他，我就说你骂脏话对吧？对，算了。那我想看，因为你们就是直接一起入境嘛，就是你的。对，我的女朋友。对，你好。那我想问，就是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，或是？追求应该说那个时候就 IG 看到嘛、然后我就追踪了，然后回追，然后稍微聊一下，然后就见面，然后见面第一天就在一起，真的、哦？对。那我想问你，你跟他这样在一起，就是朋友们一直觉得哇，你跟一个就是混血在一起啊，然后羡慕这样，羡慕不尽，因为我打扮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这个美女呢，是我们 IG 上网友推荐给我们的，那你可以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。我是小勺，然后我现在是德文系四年级。当初为什么想学这个东西？我其实一开始想学的是日文， 然后但是指考前那时候填志愿，我想说可以学一个就是新的语言看看，然后我就填德文。那我还是要就是叫你用德文自我介绍。Guten Tag, ich bin小勺。那你现在学德文，那你未来你会想要往什么方向发展？我想要地勤。地勤哦、啊，就是在地勤航空类的工作哦，因为你有学德文，对啊。那我想问你现在有另外一半吗？有。哪种类型？他是高高的，然后双眼皮，然后个性就是脾气很大。所以你觉得你的理想条件就是你现在男朋友这样子？你现在在淡江四年，你觉得在这里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可以分享？有名的故事，因为我们德文系有那个啤酒节。啤酒节对，就是大家会在里面吃东西，然后喝酒，然后就会看到一堆人喝醉，就很搞笑，就这样，会有很多人，大家都会喝醉，喝啤酒喝醉，对，跟农奴一样，然后啤酒也会醉，啤酒，他在喝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喝什么？威士忌，喝高粱。那你有没有推荐你们学校什么其他的帅哥美女啊？我知道有一个就是西文系的徐瑞。就蛮多人都说他蛮帅的，那我们待会就来去找找看他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没错，这是我们刚刚小勺他推荐给我们的帅哥。那你可以先帮忙，请你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叫许瑞，对，然后我是西语系四年级。西语系是西班牙文是吗？对，西班牙文。那你学到大四，你现在就是可以流利的讲出西班牙文吗？就来一段什么西班牙自我介绍。可以，好啊，好，Hola, me llamo Elben,
Estudio en la Universidad de Danza。那我可以问你有其他的兴趣吗？我会调酒。会调酒。嗯。所以你是有在酒吧上班还是？对，我是bartender。哦，你是bartender。对。在渔人码头。渔人码头。哦。是的。然后擦着汗。额头那边有汗。汗在滴。好。那我想问你现在有另一半吗？没有。或是理想型。理想型，我蛮看感觉的，蛮看感觉，对，就聊得来这样，然后就你在外表上有什么 sample 吗？我蛮喜欢御姐风，谢谢。接下来是刚刚小韶跟我们推荐的，那可以先请你们帮我自我介绍吗？我是淡江特文系大四的，我是淡江大学国际系毕业的。你们觉得你们互相符合对方的想法？我觉得有。有哦，所以就是有点微微一见钟情那种感觉。有一点，因为他蛮活泼开朗。哦，那你就喜欢他。那我可以问你们，平常还有什么其他兴趣？对，各自。会冲咖啡，或是煮饭。哦，那你呢？我喜欢就拍照。哦，拍照。那你们就互相支持对方的性格，然后你也觉得他冲咖啡很帅，煮饭帅，然后也帅，所以就互相有吸引。对。我们现在这位也是网友推荐的。嗨，我叫邱爱，然后今年22岁，就读淡江大学中文系，然后大四生。当初为什么会想学中文系？就刚好分数到了，然后就是。作文写的比较厉害，所以就选中文系。那你平常有其他的兴趣吗？唱歌，唱歌，以前玩乐团，然后就有主唱的。对对对对，很酷哎。通常这个时候我们就会 Q 一段。好，来。99%的你属于我，剩下的实在已经不多。可是我却隐约约觉得失落，有什么事你不告诉我？那我想问哦，你现在一个重要问题，你现在是单身吗？不是，我有男朋友。你有男朋友？对。你男朋友是什么类型？唱饶舌的。哦。但是他其实有那个感觉，饶舌。饶舌歌手的。哦，所以你们怎么认识？我们从就是国小暑假那个时候就在一起，一直到现在。将几年？要10年了。对。爱情超长跑哎。嗯。那请问有爱情长跑10年的秘诀吗？对啊，对啊，很厉害。因为我们会一直去找新鲜的事情一起去做，然后就会觉得好像每天相处都在。都待热恋期，然后都是做不一样的事情，所以秘诀就是维持新鲜感。对对对对对对。那你们平常就是会一起做一些什么音乐的事情？哦，我们有一起写过一首歌，然后去他的亲戚的婚礼上面一起唱。对，然后上我就是唱主歌，他是唱饶舌这样子。要帮男朋友宣传一下。要帮男朋友宣传。哦，他最近有发2首新歌，然后他的名叫 Hand，H-A-N-D。就是你们可以去 YouTube 搜寻的话，就可以手的那个 hand。对对对对对，你们就可以找到他的歌。谢谢你，不会不会，感谢谢谢。这个是我们 D 卡，据说是校板上推荐的校草帅哥。先请你自我介绍一下。好 ，Hello， 我叫做田子安，那我是财经系大五。为什么会读到大五呢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比较少来学校，大部分时间都在比较做自己的事情比较多。现在在做品牌，那像之前晚上在卖咸水鸡，咸水鸡，那现在还有在做吗？现在没在做，就大二的时候，大二晚上在大学城那边。那时候因为我们有噱头，是我们穿西装，就会有一些女一直故意来给你买。对，没有，男女都有啊。真的，男女都有。那你有信心在大五毕业吗？我应该会演到大六哎，不是因为在做品牌是吗？对对对，就还不想那么快当兵。那你可以开始介绍你的品牌了。这个品牌叫 Pitch Up， 那我们是做臀膜的。臀膜是什么？可以 body 整，它是一个敷在屁股的面膜，可以这样理解。敷在屁股。那一样非常专业。那一样可以达到保湿、紧致、美白跟抗皱的功效。所以你自己都会敷那个屁股面膜？我女朋友会敷啊，我会帮她敷啊。她会帮你敷吗？
偶尔你要点情绪的话是可以的、啊。你直接叙述一下你的理想型是怎么样的女生，你喜欢怎么样？会用臀膜的女生。对，会用臀膜。熬夜。没有了，没有，就是可以，比较有理想一点嘛，有想法，然后是努力在做一些事情。外表上呢？外表还好，但是如果真的硬要可以选的话，我比较喜欢长得成熟一点。成熟。据我所知，你是不是也是模特，对不对？有，我有签一个经纪公司，所以是也是有想往模特发展。对啊，会想吗？模特也做兴趣吧。那你未来打算怎么规划？我觉得把品牌壮大了，看看，对，就努力做。感谢你给我们访问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下课十分钟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这个就剪进去就好了。好漂亮吗？这个光是不是蛮漂亮的？嗯，那顶光了。好好，不要剪，不要剪。Dora， 嘟嘟嘟嘟 Dora。好诶。